可以收那个，买苹果喽。现在5.65 K， 5000多块。真的是手滑、啊，真的是手滑点到、啊。那南瓜有分，我知道啊，我的农场还不能种那个南瓜啊，那正经南瓜我现在不能。这个是不是？快猜！哇哇哇哇哇！放出来礼物的名字是因为马上就干了、啊，也太好玩了吧！怎么有事情做，有事情做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一人做一排，一人用一排，用一人用一排。哦，不要抢啊！一人用一排啦。我刚才还没出来呢。啦！我先交，但是我先交。对，我也先交了。我也先交，我也要先交。我也是可以送礼物的，不错的。还有一次更新了。对啊。更新的，他说 iOS 可以玩抽奖吗？还没试过，不知道哎、欸，没试过，估计应该也许大概可以吧。我是看到他又干了，又干了，又干了，又干了。前面我交过了，哈哈。农业。没有车真的好忙哦，只有车就觉得燃料会不够。对，到时候应该会燃料不够，因为它是每分钟给的。什么苹果树、柠檬树？感谢魔法棒。好、哦，他买的时候还要靠经验值买，什么鬼？哦，靠经验值买、嗯？没有吧，是加经验数啦。那应该是加经验值吧？是吗？对，是吗？可是他是在买的那一栏呢、欸。他记事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没有。因为他写100金币，然后一经验值这样。还是他是获得经验值？他是买呢？买的时候获得一个经验值，没关系，等一下买看看就知道了。因为我们已经结束一波了。好，不是，我只是很生气，他这样要破坏我表格的格式，我很生气。是他没有收货时间。啊，找到了。菜升级了，野菜6等啊！啊，认错没有啦，我们知道啦。那个南瓜不是要种很？嗯。啊，这里。八块。而且没有时间呢、欸。他记，你一边除我一边种，然后繁星在后面那个浇水是不是。对，我发现我删错了。我们这一排要不要种啊？来不及了。我已经下一轮吧，没有这个第四排开始种其他的，前三排种生菜。哎、欸，对啊，你种下去只有扣钱没有加经验啊？扣钱没有加经验什么意思？他只有扣15块，没有扣钱啊，要扣经验啊？没有，那是不可能，他树才会那个树啊。哦，等一下种一棵树试看看吧。可以再种3个那个啊，柠檬。不是啊，你一直问我说什么多少加多少什么啊，你自己去按计算机不就好？我看起来像计算机吗？啊，后三排种那个啦，什么意大利瓜？意大利瓜，我看一下，这个吗？意大利瓜，意大利瓜。昨天抽什么？哦，你说昨天有那个抽金币的？
抽金币。就昨天有一个台，他有一个活动，就是会抽奖的。嗯哼。然后大干爹有抽中。哦。哎呀。柠檬树。下一排要中别的吗？工头。嗨。有没有想要中什么？工头现在算起来 CP 值最高的是那个什么萝卜啊。萝卜，好中萝卜，好中萝卜。刚刚好像忘记。都可以啊，萝卜其实还不错啊。萝卜好。工头说萝卜好，我在中了。在教前面的话，帮忙教这个萝卜。我们刚刚剩菜是不是收到一半，忘记先去卖一点啊？卖了。哦，因为我刚刚看他又满出来了。哎，对，应该刚应该有浪费。嗯，我还有八分。我的那闪电符号满了。我还是满了，到了，到底剩一半吗？不知道哎。滑鼠阿姨吗？还是我看一下有没有任务那个哪一栏有没有写、啊？本来想筹备火箭，不小心买到游艇是吗？可以，我觉得可以。我这样逃避那个、啊？那个不会破产啊，难破。上游戏很难破到破产。嗯，超难破产哦，在玩到破产真的是有点难度。Come together， 因为就是有天灾那种，有没有？这个会有天灾吗？应该没有吧。目前没有到过。来亨基，嗯，又是一等收获就会重生。您将在仪表。对啊，后面买这些什么鸡呀、啊、鱼呀、啊。嗯，哇，都有要那个经验值，摊子也是啊。是啊。哦，我懂那个是什么了？什么？燕子哦。那一个闪电符号是只有非农场主人会有这个，就是假如说你是在自己以外的农场去收获的话，你就会有这个闪电符号。它的符号就是你在那边收获的话，等于是一个计量表，它会慢慢增加，等到你回到你自己农场的时候，会有一个经验加倍的时间。哦，等于说帮别人收获，其实也是等到你自己回自己农场的时候，经验值会比较快。哎呦，就等于你花一样时间，然后你在别人农场，你回去也是可以对自己的农场做一些帮助。嗯，那等于是不是双倍的话一样啊？有没有？那上面的那个星号是什么意思？好，你的等级啊，等级。不是，我是说那些。植物上面，像什么花生就是四啊，然后葡萄是一啊，就是它收成的次数吗？你是说还没开的吗？经验值旁边的吗？不是，它的那个会转动的那个图的右上角。那是收成的几次的等级啊？哦，就你这个菜种的、啊那個、有差，你收成越多钱越多啊。所以还是会以后还是会有差。你看哦，比如说我们现在意大利瓜对不对？是150，我们等一下收成之后你再看一下多少。我好像有感受到，因为生菜的钱好像变高了。对，所以你这样算，嘿，要更新哦，要算喽。哎，没有啊，生菜还是31块，然后一个还没升级啊，还没升级。他六等了、欸，他六等嘞、欸。生菜是什么时候算的？一开始就算了。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就写了。
吗？对呀、啊。还是等一下看他如果真的耳升级再看看。对啊，反正我的就放在那边。嗯。把那种闲置。这个升级哦，他花的钱更多，但是都成会。哎、欸，我没有记到花生。来浇水喽。上次的衣服还没穿，没有啊，衣服就还没做好，还没寄来啊。不对。不是啊，不是，不是想说要做很多，是这样。你要一开始他东西出来的时候，你就要记他的最低价，反正他就只会往高涨。嗯，对啊。讲后面的东西资料太少，先不记了。松饼找爸爸。哇，他出去了。苹果可以收了吗？哦，好久、哦，没有那个，好难过、哦。快了，快了，快了。哎、欸，这一排要种什么？哪一排？这三个，这三个。尬起来了。其实这个、啊、这个感觉，算起来轻松的。我感觉其实应该要改一下。哥哥，就是以这里来算的话是这样子，是三乘三到这边来，嗯、啊、所以右边这个一个缺角这边刚好就是一个三乘三，一个三乘三，嗯，然后到这边来的话，这边也是可以到三乘三，然后这边等于是这里，这边会有两排啊，两排，看你要种什么，可以种花还是种什么？种花、种草、种什么？所以我然后这边我的可以等那个全部采完。清理一次、啊，好，收，升级了，升级啦！等一下，意大利瓜现在原本多少钱？有水果摊了。意大利瓜一百六吗？三有啊，有。意大利瓜是习惯了吗？孩子，你要洗一次啊，去冷静冷静再回来，再见。哼哼，意大利升级啦！我买一个鸡蛋摊跟鱼摊哦。好，好，快看，压力关升级了。哎、欸，没变、欸，没变。啊，金有变吗？刚刚也是三吧？好像没变吧？八，那是干什么？你不觉得公车站不见了吗？有啊，在上面啊。好好好好好。它还是说它时间会变短啊？嗯？就等级升级的话。看看，生菜还是十分钟。凑七套衣服没有了，没有凑七套衣服了。干嘛？你在笑什么？然后这个每天穿一套，然后写真，固定开台穿一套是吗？是这样吗？你就每天固定穿一套，在哪？出写真好不好？明信片有没有？哇，能看吗？搞不好大家很爱哦。对呀、啊，快了快了！你看现在都 YouTuber 很多，不是都女装的 YouTuber 很红哎、欸。但是的，她身材好啊。可有一些没有很好啊，有一些女装的是，你知道就对啊。阿基，你想出啊？我知道。我没有想出，我没有想出。那你一直在讲，我知道你很想出。我能帮你出主意。不用不用，我知道你想。用啊用啊，可以的。那个。哈基那边的干爹妈，我记得哈基想出写真哦、喔，没有啦，哎，记得哦、喔，要想我知道、喔，还是我要帮你跟你们那边的莫德稍微提一下，耶、yeah ，耶、yeah ，可以盖车车了，盖车车，盖车车，哎、欸，我们是不是有什么花生？新任务是什么？突发任务，突发新闻，热带鱼，抢。抢走了，耶、yeah! ！他反了，
长白猪、花生跟热带鱼。嗯，加油站一个够吗？好像不太够哎、欸。能盖一个啊？啊？只能盖一个吗？不是可以盖好几个吗？我看他只有盖两个啊。因为任务要在解。他任务啊。哦，还要拆药哦。对啊。嗯、可是他叫我要盖一个哎、欸。嗯，盖了。盖一个啦。啊，我任务没有解掉啊。啊？有啊。你的任务不一样吗？啊任务在哪里啊？你的苹果跟那个嘞？没有，我的教程的那个任务还在没？教程 哦，所以是要他盖啊。农场主人会有一个那个教学过程，那个是要。啊、哇！被抢先盖了。没关系，那个只是教程而已。有油了！都有！油了！可是他会一直卡在那边，看起来很不爽。那就等下一个加油站啊。等一下再接两个任务之后，哎、嗯欸，要么就是你热带鱼直接盖死。热带鱼先，你又再盖几个热带鱼？那很久，对啊，盖好久。啊、不是啊，反正不是要把这一排弄掉了吗？对啊。对啊，你要弄在哪里？盖在这边。把鸡盖那边吗？我怎么把它敲掉 ？X， 直接不是不把它直接搬起来吗？没有，农这个耕地不一般。哦，开车车喽！收一收，收一收。哈哈，没有了，哈哈哈哈哈哈。是换位置哦，好。我还有油。